这还啊？围脖才围起来。旧的还在啊，旧的在吧？对，以前我帮你弄围脖。那个等你脚长大就可以穿啦、啊，吼。这个是这个现在可以穿，这个脚长大穿，这是大这个是大鞋鞋哈，先放着哈。我是在第几岁开始？六岁吧。你今天不能穿，你今天要穿雨鞋啊。哦，对，你先穿雨鞋。